嗨，老董啊！我没有那么突然。老董啊，在。没有，我说真的没有想要你打电话过来。是经纪人找你的，还是你找经纪人的？当然是我找经纪人了。开什么玩笑？叮叮叮叮啊！叮叮。麦克风，给他拿个镜，放在你的大胸口。对，Come on man， 你在干嘛？你现在？他化妆了。我刚收工。啊。啊。再回答一次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啊，再来一次什么？哎。科技麦克呢？我们现在一起聊天，然后喝红酒。好好哦，我也想喝。好敷衍啊！果然是他，跟到跟到，哇，好敷衍的，好敷衍的，快来吧，快来吧！不过几天就回来了吗？是吧？快了，等你啊，等你啊，真的啊！乔金撞了吗？他没撞，没有，他老样子，没撞，对他没撞。但有时候就是为了让他开心，就偶尔会夸他一下，但其实没有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